再讲门犯罪，仍然同梁柱喺御花园半价。宏志和拎住阿瑞个手捧住诗，反复吟读，又叫太监抄几百份，以便能够喺宫中传颂。又似两个人寓意，使宫女歌舞助兴，同柳仙开翻去俾人哋省相比，真系一个打边炉，一个打字笔啊！宏志王履行自己嘅诺言，今次轮文罪为免试状元，游街三日，然后依咁荣归咁。但轮文罪认为咁样会俾人讲闲话，一定要参加考试，以真才实学力压群儒，咁样觉得状元先至馨香嘅。于是就上宏志皇帝，先前免试状元。宏志皇见佢志气咁高超明，更加敬重，为佢成全佢，亦都唔勉强。后来论文罪参加会试，果然文场得意，高中状元。报喜嘅飞报到广东会馆，论文罪高兴起嚟，头报嘅想十两银，二报嘅又想十两，三报嘅都想十两，广东嘅乡亲纷纷走嚟祝贺。呢啲叫做十年窗下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广东会馆里面大排筵席，有一番热闹。到咗第二日一早，论文罪头戴环翼乌纱帽，插住紫金花，身着住紫金绿蒙袍，腰围玉带，脚着住粉底乌靴，坐着一白马，前面有牵马王冠，后面有罗山遮护，真系日逢喜事精神爽，春风得意马蹄轻。同埋榜眼、探花、全奴、翰林等一班新贵，由仪仗执事嘅引导下，到五朝门卫下马，早有皇上圣旨，宣召新科状元见驾。于是论文罪同一班新贵同仁行上金殿，为一班祠上山呼万岁。宏志王传旨，叫各位卿家平身。每人就赐咗御酒三杯，今次轮文罪等游街三日，然后依感还乡。轮文罪跪低谢恩，但系佢冇起到身噃，眼泪喳喳声咁流，似乎有重大嘅冤情。宏志和觉得奇怪啦，轮兄家，你而家大灰天下，即系鸿运当头，应该欢喜至系啊，点解反而悲苦呢？究竟有咩冤屈嘅事？不妨就俾朕听。论文罪又将包师爷点样串同以前嘅广州学台武音功，以及当时嘅南海院院令周身衰，唔俾自己中举人，焗死自己个老母，买凶手杀害自己嘅事，一五一十讲出。并且话而家呢班人已经做咗山大王啦咁，宏志王听闻就勃然大怒，一拍蒙个话：，估唔到广东之地竟有咁嘅不法之徒，惨绝人寰，无法无天，咁只还了得？话未讲完，旁边闪咗御史周南，为咗价钱话：神当年微服出巡广东，如今轮状元在佛山避难，透露了真情，神一时抱打不平，庇护轮状元回广州，跟住就擒拿众贼，但是被主犯漏了网，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，望陛下明察。宏志王即刻命令威虎将军杨一卿带兵去广东捉拿叛贼，以为轮文罪报仇。轮文罪连忙叩头话：微臣轮文罪出身寒儒，今蒙圣上洪恩，虽干武徒弟，未能报答万一。
讲完，仍然伏喺地下唔肯起身。弘治皇帝觉得奇怪啦，知道佢心中有事仲要讲嘅，于是就问佢：伦卿家，你仲唔退朝？究竟仲有咩事呀？你快啲就俾朕知。万岁，微臣有一件终身大事，讲出嚟恐怕亵渎圣功，故此唔敢启齿。弘治皇听闻，哈哈大笑：伦卿家，原来你仲赢土妻嘅咩？好，等朕睇睇各大臣之中有边位淑女系啱朕嘅，嫁一个许配俾你，朕同你做媒人点啊？万岁，臣喺广东已经有淑女噶啦，大家已经暗定思罗，只因为系事出非常，故此将引冲送上，敬求圣上做主。弘治皇勃然啊，连忙问伦问罪：呢件婚事系点样？点解要朕做主咁？伦问罪就将胡元改家中有个妹仔，叫做李春花，年才情重，几次相救自己，唔嫌弃自己系贫苦，共定咗白头之约，并且话：微臣于不遇之时，不知红颜知己不生无憾啦，复请圣上怜惜，预准缘分，以正名分，臣不胜感激之至。弘治皇同群臣听闻，大为赞叹。弘治皇话啦：据你讲嚟，呢位李春花真系世间难得，有咁嘅合骨又强，识英雄于未遇。更难得你现为新贵，不忘旧情，唔会嫌弃李春花系个妹仔，此情此意实在堪嘉。弘治皇立即传旨，如准伦文罪荣归故里，同李春花缘婚，并赐春花为一品夫人啊，赏赐凤冠霞帔、玉石如意等物。伦文罪呢个时候先至满心欢喜，谢主隆恩，即刻起身退朝啦。咁梁柱、周南等大臣纷纷上前祝贺，伦文罪一一答礼，呢啲不在话下。早有礼部侍郎带领一班仪仗执事，请伦状元上马，后边跟住系绑眼探花，打响十三把头锣，奉旨游街啦！哇，街上人头涌涌，跟住添上块新科状元嘅风采。正如旧阵时独国国家有独到嘅，一子受皇恩，全家食天禄，昔日一贫如今成驷马车，花街红粉女，争看绿衣郎。你就系指咁嘅情景噶啦。呢啲系封建帝王用以笼络读书人嘅手段，使佢哋受宠若惊，引以为无上光荣，忠心耿耿咁为皇朝服务。咁好啦，闲文小聚，且讲伦文聚应酬咗半个月，然后先至打点行程，荣归故里。皇帝嘅奖赏啊，各官员嘅送礼啊，有黄金白银、绫罗绸缎、奇珍异宝，足足就装满三只官船，且一支写住新科状元轮嘅大绣旗，侍卫如林，古木喧天，威啦！比起佢上京嘅时候，计序咁多行李，寒寒酸酸咁样，使用都仲要靠借。真系雷公打交争天共地啦！官船扬帆出海，几日之后到咗江南，伦文罪就吩咐转入金陵，由金陵转走陆路南下。因为伦文罪仲有啲心事仲未了结嘅，伦文罪喺金陵。